原本恶臭的新庄中港大排，在2010年整治过后，又称为中港绿堤。当地里长指出，从民众最期待的光雕展中，可以实际感受到结合这条河川生态富裕的特色，也成为大家打卡运动的新景点。中港大排哦，经过一条臭水沟吼，经过咱的整顿了后，吼，咱的生态环境内面有鱼啊，有乌龟，吼，搁有蚊鸟，吼，啊，经过咱的整合，我后壁面遮咱的光雕，吼，搁做一个，吼，大青蛙，吼，咱的安尼，大家来运动打卡，吼，是足好足水的所在。各式各样大型可爱的动物派对装置艺术沿着大排亮眼展示，再加上里长的用心宣导，现场里面也说到，每天他们都会到场参观之外，更吸引外地人前往拍照打卡。我们是从那个树林过来的，然后我想说今天有看到光雕秀这边，然后这边环境还蛮漂亮的。我刚刚还帮就是帮儿子打个卡 IG 这样。阿昌里长，花着心力为咱民服务安尼哦，达工安尼哦，建设着这安尼宣传安尼，予咱里民，我达工都来看啦，佫会当看到物件，佫会当予大家拢爱身体健康，做一个运动，予这老人哦，足好个福利啦。欢迎大家来这看光雕秀，哦，啊，包括外地乡亲哦来这运动。欣赏美丽的光雕展，还能够兼具运动，有益健康。里长欢迎民众共襄盛举，尤其在游网打卡时候，请不要破坏河川生态环境。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。